喂喂，hello hello，大家好，今日系2022年3月9号，哎呀，又到罗网师傅出场嘅时间咯，系咪？啊，呢位系梁丑丑啊，梁美芬啊嘛，我都话啦，唉，啲花名调翻转嘅，啊，唔系花名，佢正名，啲名，哎呀，第一个美字啊，整唔上，整唔上，第二个芬字。哇，大佬，佢玩 Mickey Mouse 噶喎，两回事。嗱，事先声明啦吓，咁我哋喺海外啊，就当然系可以热烈咁样庆祝啊，咁啊，锯块靓扒，开呢个红酒，讲笑啫，啊，又唔使去到嗰个 level 嘅，整啲蘑菇食咁咪算咯，嗬，啊，吸收蛋白质，咩都好啦，啲 recipe 好多嘅，番茄又得，蛋又得，番茄炒蛋都得。咁但系身在香港嘅观众们，你要小心啦吓。即系嗱，首先入到嚟赞个好先啊，肯定噶啦。咁但系啊，你话留言各样呢，香港区嘅朋友就唔好乱留言啦，费事嗰啲系啦，小气嘅系咪？咁但系啊，就知道大家都系开心嘅，咁啊得啦。嘟嘟嘟美芬再出发啊，向左再出发。嗱，话说啊，今次嗱，我唔同意佢啊，不嬲都唔同意嘅啊，逢婚就必反。咁原来，哎呀，即系有亲人有事，咁都仲去开会啊，可高可泣呢啲系咪啊？咁佢喺呢个梁美芬啊，讲紧喺呢个立法会预防及控制病病嗰个相关嘅附属法例小组，好长嘅个名，就要求政府交代会唔会啊将嗰啲安老院舍入边嘅院友送去社区隔离中心嗰度去隔离嘅，唔系青衣咩？咁呢位议员梁美芬，即系罗网师傅就透露，佢话其中一个中招嘅亲人呢，就听从当局嘅指引咯，啊喺屋企嗰度呢，就进行呢个隔离。哦，因为太多嘅人呢，最近阳性，于是乎呢，就私家嗰啲都搞唔掂啊，甚至乎寒症出到面，你啲私家诶执鬼咗佢啦，嗬。咁范鸿拎难辞其咎啊，金梅。Anyway，佢就话嗰啲亲人啊，阳性嗰啲啊，咁听从当局指引喺屋企嗰度隔离，最终羽化升仙啊，点样先？你要交代噶喎，梁美芬啊，你嗰个咁样嘅亲人啊，系咪啊？有冇撑科技伏击噶？第几重天啊？有冇讲到啊？你如果未做好自己本分嘅啊，你未去到第五重天、第六重天嘅撑好咗嘅，不过我估佢会叫自己啲亲友撑伏击嘅，系啊，即系好似阿边个啊，叶柳咁，佢都转咗打伏击啦。原因好简单，只有天空的蓝先会撑伏击噶嘛，觉得诶。中国啊，掠咗洋人嗰啲嘢，咁改名就叫做伏击，咁啊淘宝货仲厉害啲啊，厉害多一层，咁啊伏击啊嘛，咁所以天空的蓝，即系如果你同我讲有个系科技嘅，有个伏击嘅，天空的蓝系边个啊？一定系伏击嗰、那个，就咁简单。科技嗰个系唔系？我话唔知啊。啊，即系最好就系清白之身啦，我哋呢啲系咪？我啊赞成你同埋你啊，快啲去，好达至群体免疫。我 M 套唔去得，我已经打咗电话俾自己嗰个私家嘅医护。咁但系咧，卫星电话打俾佢，佢都唔通，咁冇计啊！我都唔知自己适唔适合，系咪先？应该都唔适合噶啦，M 痛啊嘛，几年后啊，几年后再睇，争住先，肯定会去，肯定过到100年后咯，啊，即系只要意愿上我想去就得噶啦，系咪？唉，应承住先，冇 走你数噶噃，即系除非有啲嗰啲叫咩啊，不可抗逆力系嘛，所以好明显就系呢个罗网师傅内功唔得啦。阿梁丑丑个亲人肯定啊，就未系第五重天、第六重天嗰啲人啦，未做好自己嘅本分。咁但系佢又赖政府啊，佢话未妥善咁调动医疗资源，调晒俾佢啊嘛。佢嘅意思系应该啊有个无菌间，咁然之后咧就可以俾佢啲亲人啊攞到最贴心总统套房嘅待遇。佢冇估到自己身为议员都要咁样样噶嘛？你知唔知点解？第一啊，个亲人就未至于哇，摆自己亲人上台都有嘅。我谂呢个唔系好熟嘅，我估嘅咋吓。不过熟唔熟都好啦，迟下轮到佢。好似阿文米娟都中咗啊嘛，我唔知啊。嗱，政府回应就系话啦，隔离中心嗰啲咧未必适合俾嗰啲长者用啊，再计划啦，已经向内地要求嗰啲调拨嗰啲医护啊各样。诶，佢又系嘅。
你有事你咪叫阿卢宠物帮手咯，系咪先？咁你掟过去深圳河嗰边，佢又唔肯，平时又话爱国爱港各样啊！我都话啦，你爱国爱港，你就应该捐钱、捐命、捐器官，你都未做，讲乜呢？系咪？一啲都唔爱国呢啲咁样嘅反骨咧。嗱，咁梁美芬亲人呢羽化升仙之后，当然就呱呱嘈噶啦。咁佢就要求政府有个更精准嘅路线图，咁话喎，即系而家嗰啲唔精准，好粗疏啦。咁啊话第五波以嚟已经有2000多人就羽化升仙，包括佢个亲人。嗱，真系要重要事情讲三次，包括佢嘅亲人，包括佢嘅亲人，包括佢嘅亲人。咁啊呢度咧又普天同庆啊呢啲系咪？嗱，都系香港区嘅朋友小心啲，就唔好你俾拉好啦，系啦，就唔好乱留言。外国嘅朋友梗系热烈庆祝啦，大家一齐留言贺一贺佢啦，系咪？开香槟啊，锯扒乜嘢都好，全为梁美芬啊呢、這个。嗱，该名亲人啊，佢话咁起初咧就好轻轻嘅啫，就唔知系咪见到阿罗网师傅，跟住咧就开始重症啊，叫咗你噶啦，你做乜探人呢？见到你个样，跟住就即刻，哎呀，你唔探得人噶，美芬。嗱，跟随当局嘅指引喺屋企隔离咁话，后尾就开始啦，越嚟越恶化。诶，冇讲落去啦。我谂佢即系讲唔到落去啦，我唔知道。你唔形容一下嘅，总之就羽化升仙咗啦。哇，不忘推动多少少嘢添噶，我呢度讲你听。佢又话，而家市民就觉得政府帮唔到佢哋，所以就算系即系嗰啲轻症各样咧，都费事报。嗱，呢个唔正确噶吓，我系不嬲。你横掂都验咗，做乜唔报咧？哇，真系有人买嗰 pack 嘢噶，是但啦吓。咁系嗱，唔关我事啊，我都冇话你即系验完去报又好，唔报又好，我都唔知啦。咁但系打电话 jam 线呢度唔得啊嘛。嗱，佢质疑当局就未有讲俾市民听系好危险噶喎呢样嘢啊。咁政府应该更加积极咁样去征用私家嘅嗰啲医护场所。哦，咪即系行政讲嗰套咯，去黐埋去啫嘛。咁同埋要安排内地嘅医护嚟港帮忙。而医疗界入面竟然有人反对，系咪陈佩贤医生嗰啲啊？反对内地嗰啲医护嚟港帮忙，竟然有冇搞错？咁，跟住佢讲呢句，亦应该去前线嗰度去帮手照顾嗰啲病人。你知唔知佢讲边个？又系啦，讲紧陈佩贤医生，得佢啫嘛。成个立法会入面，佢摆到明就用陈佩贤医生啦，即系你喺度搞文件各样，你都唔去帮手咁样咯。而且仲要从中作梗，挡住内地医护来港嗰啲啊，佢嘅意思系咁。嗱，咁呢度食物卫生局副局长徐副局长呢、这个系徐德义，佢就话而家当局咧就计划喺2至3星期领嘢啊嘛，因为佢话系嘛，就完成全数嘅安老院舍嗰个灿科技复记嘅服务，佢点样可以完成啊？系咪即系强制啊？佢呢度冇讲到、哦。99%强制啦，哎呀！而安老院舍嗰啲阳性个案就要密切监察，因为咧社区隔离中心未必适合咁话。我唔知啊，啲人就话佢哋其实推嚟推去，万一你嗰个数字摆咗落去社区隔离中心，又或者嗰个数字摆咗落安老院舍，佢哋食噶嘛？咁总之留意到有关需要，会从长计议佢慢慢计议啦吓，啲人就唔等得几耐噶啦。我唔知佢佢话从长计议啊嘛。咁最近好似法人铺又开翻啦，系嘛？咁即系想点咧？佢我唔明喎，我举手啊，我唔明啊 ，Sir。咁将陆续有更多嘅指定嘅医护场所就会接收嗰啲阳性个案，包括天水围嗰间同埋北大屿山嗰间即系佢哋不嬲未用晒噶，又系唔明白。哇，右边我见到阿摊磨成个阿婆咁，我最近咩事啊？冇出发喎佢，我谂佢都打写罗蟹嘅。佢你唔好睇少啊，其实佢同埋嗰个陈萧浅咧，即系最近已经算系不停咁落场，做到成只 cap 咁噶啦。嗱，你唔好搞错，我话佢做到成只 cap 咁，唔代表跟住有效噶嘛。佢做到成只 cap 咁嘅就 only。嗱 ，anyway。咁徐德义就话人手紧张，所以咧政府要求向内地增拨更多人手啊、床位啊、各样咁啊，睇下点分流各样啦、啊。佢哋都系做呢啲嘢噶啦，冇其他嘢可以做。范鸿拎失咗踪喎，最近唔见咗佢，梗系啦，佢嗰啲差 accumulator 噶嘛，要睇住个市啊嘛。最近外汇咁波动，边得闲走嚟理你啊？哎呀！
我又唔係幾好咁樣猜度人係咪 ？Anyway， 總之今回啊，梁美芬莫問分鐘為誰而響啊，分鐘為梁美芬而響，咁已經響咗啦啊！佢嘅親人就咁樣羽化升仙，咁片尾我哋又揾首歌嚟賀一賀佢啦。好，今日講到呢度。